大家好，我是查茨。今天我要的躲猫猫终于来了，而且还有我真开心，不愧是等了那么久的躲猫猫。为什么今天选的地方是神社呢？不过我有忍者服，可以到房顶上去。就藏在这里吧。我是二号玩家顾北，今天不用系统介绍，我自己来。今天怎么是这个衣服呀？真倒霉，不过用这个衣服还是有地方可以藏的。就藏在这里吧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也不用系统，我也自己介绍了。我给大家推荐个歌听听吧。我愿为你穿上永恒的白色婚纱，爱情有紫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白色四种颜色。这个叫恋爱画板，我就藏在这里了。又到了我找人的时间了，你们可小心我来了。你们厂在哪里呀？可真难找。我们就不告诉你。遇到我们这局你输定了。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游戏结束，玩家胜。